汤杯赵俊鹏李诗峰输球，中国0-3不敌印尼，无缘四强。北京时间5月12日消息，2022年汤尤杯总决赛在泰国展开汤姆斯杯四分之一决赛争夺，中国队输球无缘四强，面对卫冕冠军印尼队，中国队连输三场，以0-3落败被淘汰。中国队在小组赛不敌丹麦队，排名第二出线，这让他们与印尼队在四分之一决赛相遇。印尼队双打实力强劲，这意味着国羽要在单打上努力抢分，双打上要尽力去挑战对手。国羽在一单做出调整，赵俊鹏顶替陆光祖出场，另外两位单打是李诗峰和翁宏阳，双打上国羽一双依旧是刘雨辰、欧选义，二双使用了任翔宇、谭强。首场比赛赵俊鹏在首局慢热的情况下逐渐进入状态，他在第二局逆转拿下后，决胜局给金廷制造了不小的麻烦，可惜在关键球的处理上，赵俊鹏还是火候不够，他输掉决胜局，以1-2惜败给金廷。中国队以0-1落后，第二场一双对决，刘雨辰、欧选义虽然在场上一度给对手制造了不少麻烦，但他们在稳定性上还要稍差一些。阿山、苏卡穆约两局都是后半段发力重新确立优势，他们以21-17、21-16直落两局获胜，印尼队把总比分扩大为2-0。李诗峰在第三场迎战克里斯蒂，首局克里斯蒂一直保持领先，他以21-13先声夺人。李诗峰在第二局一度领先，但他没有顶住克里斯蒂的后程反扑，18-21，李诗峰又丢一局，他以0-2落败，中国队以0-3不敌印尼队被淘汰。